人阿婆，我叫伊帮我汇集100万是安怎？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，我请娜美帮我转账汇款100万给我朋友。请问一下，我厂商款进来600多万，给他、啊、在他户头里面呐、啊，他可以去领的。他、啊、至于离婚不可能，好、啊、要找律师，我可以找一狗票律师出来走法条，懂吗？走信托，在信托多少钱？几千万信托下去，我跟你讲，他离不成了、啊。因为我已经照顾成这样，已经没有话讲。我们两夫妻之间呐、啊、的家务事，哦，我们自己会处理，好不好？啊，因为他可能心情不好，有上传 FB。不过我们做老公的，我也是全部都让。哦，我不是怕老婆，我是尊重老婆，好不好？我不肯离婚，小孩很小，等他们懂事以后，真的懂事以后，要谈我们再来谈。现阶段没有办法，我也不可能，好不好？再来就是说，该给的生活费，该给的家用，该给的啊、哦，照顾他们母子的，这9年来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们。要豪宅有豪宅，要跑车有跑车，来要名表，要名牌包，要钱什么都有。娜美那一天说，我请他去转一个100万，因为我没有户头可以用，我交保回来没有户头可以用，啊、哦，我不好逃啦，我现在名下户头都是不能用的。所以我麻烦就帮我转一条账，帮我转一条100万出去。华姐，余额偌多？林华姐啊，看一下余额。我直接叫人家汇一条厂商款进去啊，清清楚楚。请教一下，阮翁阿婆，我叫伊帮我汇一100万是安怎？这九年来，我现主持提予伊的提偌多啊？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，懂吗？这不是我的户头，他的户头，懂吗？我也请很多媒体朋友拜托一下我的家务事，懂吗？我请娜美帮我转账汇款100万给我朋友。请问一下，我厂商款进来600多万，给他、啊、在他户头里面呐、啊，他可以去领的。懂我的意思吗？我来来去去的钱每个月都好几千，最少好几千万。那100万他随时可以自己去领，不要拿出来讲，这样不好看。他不开心，我做到他满意为止。9年来，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们母子三人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子。哦，啊，至于离婚不可能，哦，要找律师，我可以找一狗票律师出来走法条，懂吗？走信托，在信托多少钱？几千万信托下去，我跟你讲，他离不成了、啊，因为我已经照顾成这样，已经。没有话讲，我是对得起我自己的天地良心啊，绝对是没有话讲的，好吗？谢谢。